超级巨星大事吗？到时候就知道，现在先不宣布。台湾的吗？还是？是台湾的。都有，他以前他三期的。韩国瑜口中三月即将来高雄的影歌是三期巨星，晚间谜底揭晓，原来就是他杨丞琳。高亢清亮歌声，杨丞琳歌手出道还曾在小巨蛋开唱。不仅如此，他戏也演得很好。白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干嘛呀？电影里为爱激动痛哭，让不少戏迷跟着揪心。杨丞琳动人演技更得到金钟奖最佳女主角，而最近她还受邀主演琼瑶新剧《握三下我爱你》。剪短头发，这回将出演两期共侍一夫三人行爱情故事。这部戏首映会也即将在高雄推出。参加那个琼瑶的最新的电视电影的首映会，因为她是女主角。对。然后她会有一日行程，我们会带她去吃小吃。对杨丞琳即将担任高雄市三月观光大使，杨丞琳公司则回应目前还没有确定，但他们很乐意受到邀请。邀请杨丞琳，你们就是也会去就对了。应该是对，可以这么说。韩国瑜魅力，连可爱教主也深受吸引。杨丞琳到时候还会到高雄吃小吃、看美景，来个最夯的韩国瑜行程一日游，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高雄之美。记者杨志宇高雄报道。